可以，我变前面走了，前面。不是又会有一个 tank 啊？这 tank 是生在这里啊？上面吗？白痴哦，你是谁？烧死你啦！不要啊，让我玩一下游戏体验啊！繁星，我可以过，你可以吗？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！碎啦！我再烧他一次啊，他上不来啦！他不会爬楼梯啦！这里无敌啦！碎！这是我让蜜雪失去行哦，我那火，我那火烧死他。我们终于让一个人留下了，可以。两个，两个，两个。我们进步了。一个瘸了在后面，我们救不了。哎，那个蜜雪跟超紧的。啊，跟你们讲啊，啊，这个啊，完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那个。我觉得我们有1000分就很开心。对啊，我们有进步就可以了。你这关本身就比较难一点。我这啊，我这次没用。哦，那看来我们可以冲出去了。听到了一只，据说好像没用的。啊、我这只 tank 没有用。好可怕！开场没有 tank 啊。不要了！又怎么了？僵尸。可惜！干扰！是！哦，这个痛！哇！是不是要全军覆没？半血！这炸弹炸自己人啊！问号！你们那个炸弹谁丢的？我炸的，我好棒！那两个电脑直接在那里傻傻的被你们炸。他们两个都不跟的哦。什么不跟？他们有跟好吗？你们把他弄成那样，他才傻眼。哎呦！他要怎么出去啊？要开，要开！谁啦？怎么不能快点？我原本想把他撞出去，可他移动了，可恶！哎，为什么不能开对讲机？有啊，他点两下，点一次之后还要再点一次就可以了。我都没反应耶。有啦，对讲机没有发亮，对啊，你要对着对讲机按一啊，按一按一，按完之后它门上的门那里门那里有没有？就酸一那里酸一那里，对。可是真的没有没有哎，两个不会开很的。这个不是我上礼拜有玩过的关卡，对啊，有啊，真的，但是他没有，真的没有反应。好好奇哦，是真的没反应。桌上的对讲机按了，然后接着是墙壁上的那里可以按。有吗？你现在宽敞点你。有，我用了，我刚按了。啊，就是你们就还没用哦，一次吐三个啦。哪里有桌上啊？桌上就是跟你讲，先按对讲机再按门。送人僵尸，送人僵尸。让我吃一下。吃个吧。我们这样才能玩久一点。对啊，吃一下。哦哟，开门啊！可惜，哎呦，还是有。我开到门了，爱弟弟，哎呦。在看东西的时候，该叫怎么那么特别啊？你们有人在落在后面，很可怜啊！从上面扑下来啊！就是你啊，迪叔！不要！不要！搬吐了啦！不要！你说算我！阿瑟！你们不要靠近我，看我的刀！我们是不是无法往前了呢？这个太重了！没中！干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！
我绳子断了。你被射到了。你走走。你知道我们才已经快被子弹了。我们走。屋子，回来那屋子里面有子弹。下面有。屋子里也有。可以换枪啊。对啊。啊，怎么是这只？他们不下来啊。还剩我啊，对哦，双翼在这，哎呦，电脑直接补光，臭家庭，想干嘛？这不是虐菜，这是给他们磨练。对啊，我们真的是25分钟，我们才是被虐吧？对啊，应该早点玩这个啊。我们可以前进到25了吗？你25啦，50。哦，这么会哦！哦哦，吐四个，吐四个，吐四个！太吐太吐了！康宝康宝康宝！锤死！锤死你螺旋！我锤死你！我锤死！这个锤大锤大锤！你把他锤死了！你把他锤死了！锤死两个人嘞！哇，我操！太扯了，太扯了！我重生不了啊！下面有子弹，听说完了没了，完了没得玩了。没有，还有教练，没有他们复活，他们复活。没有吐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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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，吐到三个，吐到三个，又可以玩又可以玩了。完了，你跟我说要下去，下去。是是是是，哦，这个好的，这个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爬都倒，爬都倒，蜜雪倒，蜜雪倒，你看这死，我们自己活着就好。赶快救蜜雪啊！救蜜雪！不要救，不要救，我们要下去。救！他们也不会保护我们。我们可以 ，Let's go！ 啊，没射到！不知道，给我知道，我保护你。捡枪，捡枪，换枪，换枪，换枪。我用我的大刀帮你开了路。啊！我又炸了，我又傻了，完了！我傻了两次，可恶！来了来了来了，跳！你是想干什么？哎，蜜雪！完了，你太远了！哎呦，你个哦！我觉得有人眼前半黑了吧？你黑了？是不是黑白画面了？这一只一定又是可怕的人类，欸，又是我哎，欸！发现你想刚是露米哦，不是我，是的啊，什么东西？刚刚是我。环境，等你来，等你来，我 OK， 我 OK， 我到了。可以不要欺负掰咖的吗？这个太蠢了！哎呀，哎，我敌输，哎，是谁打死我？哦，中了一个人，完了！眼前的黑衣不是黑。迪叔，你还敢走这啊？迪叔，你看见吗？弄爆他，弄爆他，弄爆他！啊，没救了，你完了，迪叔你了！迪叔剩你啊！迪叔你干你！迪叔我保护你，迪叔我保护你！不要，你在哪里？我保护你。哎，他把我舌头弄断了，那个 Hunter 抢怪啊！那个 Hunter 抢我的敌书。哎呀，你有破千了，啊！我们有一千了，太棒了，很棒哎，天哪！超过我们的预期啊！重新关的，欢迎关。好。我觉得那个桥，走楼梯上面那边真的是经典。好难哦，难呢。第二关真的是太可怕了。对。哎，环境选关，看你要玩哪一关都可以。我选。因为我们都跳出过。哪个比较快啊？还是就那种两关的？对啊，这是哪一个战役？我们刚刚说完哪一个？最后一个是什么？最后一刻吗？最后。啊，对。好像有点黑，还是别的？哦，好啊，张杰，反正就是玩到棺材嘛。对啊，哦，那个啊，就之前跟露米玩一直过不了的那个啊。你说可乐买可乐？
麦克的。我们在讲什么？麦克用手机是一个不好做的东西。这个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行，都行。真灵，好可怕！黑嬷嬷。哎、欸，我们又是人类哦。对。哦、oh. ，这两个笑话，哦，我们可以的，我们可以的。想想我们第一关还有到后面呢。对呀、啊，算是他们断线。嗯，他们应该等一下又会断。这是给他们的磨练啊。啊、每次都是抱大腿，该让自己成为大腿了。好，好，我们从小腿开始爬，我们从小拇指先爬。而且其实那两个电脑是帮你，他们比你们准。对啊，他们打那个甘蔗打很准。哎、欸，这是谁呢？超贵，太快了吧！我要上吊了，而且我要快哇！那赶快一起打、啊，拜托！比尔，比尔！哇哇！我只能打比尔，好可怜哦！我直接一人一只，哎！我头上的是谁？不是，我打的是比尔。摩可一起配合，哇！我是个胖子，太强了！你们在干嘛？我们要输了。我们也跟另外两个电脑配合很好啊。我们还没想要做事，看到哇，直接电脑直接把他们弄爆了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我死了，我又被点了。没事没事，迪叔我来吐你，我来吐你了。不要！可以，我不行。比尔把我打死了。电脑会打呢。你应该去追着迪叔了。没有啦。你是你的画面怎么绿绿的啊？全世界都是绿的。哈哈哈哈无聊的啊。好可怕！往前了，你怎么了吧？25趴了。输了。你要走到结束了啦。哎呀，可惜！哎呀，怎么断了？可恶！继续！中了哈！你说你放了什么？那个爆弹！哇，这么凶！好猛哦！这个哦，换你了，换你了，换你了！不是我，哦，是我！我听到了。怎样？要不要玩车子？要不要玩车子？怎么不玩一下车子啊？这里是生意区，怎么过来这里？黑人！我直接用车子堵他们的路，然后那个酸液是谁？我就直接把他们打到酸液去。太难了，太难！你们的配合太好了。我的天，刚刚好哎、欸，尤其是那个车子。反正我们等一下小心那台车太过分了。玩家当 tank 那个玩车子好可怕啊！好，我走了。迪叔刚不是我啦。干嘛？哇，这个两个配合，我看不到，有帮到你吗？
我被绑，我被绑了，我看不到。是我不让我的。没有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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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他们大开杀戒了。谁谁？